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 小唐哥。大家好，我是严江汉，新闻主播。大家好，我是张吉安，我是音乐制作人兼导演的朱浩仁。Hey guys， my name is Lim， 我是来自 Lex Channel 的 Alex。这一台手机它是目前业界唯一跟蔡司合作研发的手机，是和 Zeiss 一起共同研发的手机。蔡司镜头做了很多很多的辅助，甚至是也帮了我们解决了很多拍摄的一些难题。 Vivo 第二代微云台的辅助之下，它拍出的影像是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清晰，而且夜景也是更加的明亮。我最喜欢 X60 系列的功能呢，就是它的这个 built-in 的这个 gimbal 的 function， 拍一些 vlog 的时候呢，就会很抖动。这一个它就完全可以解决你那个很抖动，你不需要再另外再加一个 gimbal 的这个 equipment 在上面。Hello， welcome to my vlog。还有，我觉得呢，它绝对可以拍电影或者是微电影，因为它本身里面呢就有 21.9 的格式，能够轻易的拍出大电影的感觉。我对于 X60 系列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这个微云台第二代技术，因为它透过这种超强的五轴防抖表现呢，可以提供一个超稳定的录像系统，还有一个拍摄表现。 Hey guys, this is Lim with Lim Reviews。I particularly like the Zeiss Biotar effect, and what it does on the Vivo X60 Pro here is it's able to mimic the kind of effects that you can get from that lens. So it's a very excellent piece of tech here. 这个 Zeiss 的 Biotar 的这个 function 就是你随便拿起来，随便拍，随便美。因为它那个旋转虚化的效果呢，就是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有冲击力。这个东西是小唐哥给你的一点点的 tips。低慢，强大，很酷，惊艳 ，sleek, compact and powerful。青春奔放，随身携带。Vivo